心甲境在一处啊，是毋是会当大家人静谧平安啊？不管是在单独一个人的时阵，或者是呢在群众之中，咱的心拢是啊清净一如，有安尼的境界也无，这就是啊，咱定定爱家己自我测验。所以学佛啊，是爱常常向自己问家己的心，咱的心啊，是毋是时时真如一谛？真啊，就是无假。修行爱修真的哦，无假啦。咱呢，是毋是从源头迄念心开始？源头迄念心，就是佛心啊。所以咱人人要学佛啊，真正爱大乘学得佛心。咱要将迄个污染无明，一个一个要甲伊去掉，一层一层要甲切互清气。那现在开始呢，都爱落真大诶功夫咯。咱才会当搁再回归迄念清净本性，即种真如一体啦。所以咱一路直直落来，从习性啊、习住啊、习性啊，一直走来到习慧。是回向的意思呢，就是回向向大。啊，要回向向大，第一项啊，就是爱化度众生。化度众生，就是爱立根处众嘛。在这个人群中啊，是足复杂的。是非多啊，烦恼搁较多，啊，要安怎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爱离众生相，回无为心，向涅槃道明，救护一切众生。你既然要救护众生，一定要离众生相。在无著行的内底啊，咱嘛是安尼讲过去啊。佛呢，无我相啊，无众生相啊，无受者相，所以一定要离开一切相，那就是无执着。所以咱也都爱学，看到众生啊，形形色色。有的人若跟咱较无缘的，敢若看到咱就起烦恼啊啦。咱既然呢要行菩萨道，将予咱起烦恼的人的形象，咱该转一个悲心啊，可怜啦、啊！怜悯伊啦，迄、那个悲心起来呢，包容的心就扩大啦。所以，咱一定爱离众生相。
无缘的人，咱莫去甲伊分别伊，互咱看到就是无欢喜，因为咱的大悲心起呀。但是呢，啊，若甲咱有缘的呢，有缘的咱是毋是真爱呀？对啊，同款爱，但是毋通偏爱。咱若是占有偏爱啦，这嘛是同款众生相呢。分别这是我有缘呢，我爱的不择手段呢，就是要甲爱甲着，这嘛是众生相，烦恼的心，贪念的心，无缘的人，咱都一直要甲伊排斥掉去。这嘛是众生相，这叫做恼恨心。所以，咱应该无有恼恨的心，也无有贪着的心。这呢，就是叫做清净佛心，叫做无为心。就是咱要学佛啦，常常啊，把咱的心顾好好，无所谓。咱常常听到讲啊，无所谓啦。啊，这样呢，你是不是损失真大啊？无所谓啦。啊，迄个人过去你对伊遐尼好，啊，即马奈对你安尼啊，无所谓啦。这呢，根本就是无重呢。这个无重呢，无烦恼，这样叫做无为心，就是清净的心。佛陀就是啊，保持着这个清净的本性，所以才会当他开启无上的智慧啊，伊才会当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为恭敬众生的教主。所以呢，啊，咱爱离众生相啊，回无为心，来清净啊，如佛的心同款，迄种无着无所为，那向涅槃道，那安尼呢，咱的心才会当头永远一。清啊，这个涅槃啊，有的人会感觉到，哦，啊，涅槃是不是叫做往生啊？不是啦，这个涅槃的上大的意义啦，就是咱的心净净，叫做寂光土，就是心真正的寂静的境地，所以咱会看到寂光。其实呢，是真正的恬静啊，真寂然无动，寂光的境界，这叫做涅槃。心态呢，那这是真正能救护一切众生。咱要救护一切众生，必定呢，咱的心啊，爱真清净，咱爱无所为、无所着，离众生的相，咱才袂讲吼，随着众生啊，安尼地马普啊。随着众生呢，喜怒哀乐啊，那实在是足痛苦吼，受分情深啊，安尼牵扯不清啊，安尼呢是真艰苦。
所以过去咱用种种的方法啦，要安怎来建立咱的道心？咱把咱家己的路已经铺开啦，咱现在呢，应该要好好来行，行这条的菩萨道。所以呢，离众生相的回向，这叫做回向哦，就是回向向大的意思。再讲啊，回即回转，听那个大家人讲哦，运动员呐、啊，走伫迄个跑道里呐、啊，实在是硬啊。咱若看因伫咧接力赛嘛是同款呐，迄个道理呢，甲咱讲吼，咱众生分段成数啊，咱一段一段，咱无法度讲吼，从凡夫现在伫咧修行一个呢，都到个原点啦。定下甲大家人讲。佛陀以身作则，用身教来示范予咱看。一开始发心的时，伊嘛是爱现象啊，从凡夫开始。所以你若进入佛经经藏的内底呢，咱会当头听听看到佛陀在人间啊，现无共款的身份。哦，来启发道心。其实这个道心呢，本来都有的，只是要教人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化理为事啊，化无形而为有相，这无非就是要教人。所以讲回转，回转的意思起点，得真正确。咱。从这个起点开始起跑，同款啊！你看佛呢，虽然讲成佛，伊在人间啊，都是化人间形象，八十岁入灭啦，啊，是不是？安尼都拢总在一公婆的内底呢，都只讲涅槃，一公的境地，这是一个心灵啊。一境界，咱是佛陀呢，他是人间导师啊，三界诸佛啊，是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伊绝对无下离这个娑婆，所以伊会搁在道家诸旁啊。不断不断再回人间，这嘛是定定甲大家人分享的话啊。所以讲回就是回转，八十入灭，但是呢还是过来人间，唔知经过了几处啦。有的人就讲啊，是不是生生世世拢伫八十？甲恁讲唔是。无定着伊现动诸心呐、啊，婴离心呐、啊，像咱来去婴儿室，看到保温箱安尼一个啊，细细汉呐，那，互咱看到哦，恭喜哦，生囡仔真欢喜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囡仔祝福。但是呢，伫保温箱内底啊，嘛讲哎呦，安内则可怜。啊，那生出来都安尼啦，啊，真辛苦啊！无听到迄个相呢，嘛是同款啦。现在用迄个短暂的生命啊，用迄个苦难的形象啊，来启发任何一个人看到安尼的形态，那启发了伊的心，一分的感悟。这叫做随分觉。那有人哦，为着这个代志，我看到我感悟啦，人生就是安尼，真呢，那是伫咧现象实现啦。所以咱定来讲，咱来用感恩心面对着苦难的众生，意思嘛是安尼啊。
人人拢是佛啦。咱若是伫即种苦难中的人群里，咱去付出去救济，咱拢常常拢无要讲救济啊。有当时咱拢讲去帮助，实在是呢，咱向感恩好啊，付出爱。所以佛陀甲咱讲，伫芸芸众生中啊，无听到佛陀现身在这苦难中，予咱有机会，予咱去付出，这嘛是叫做教育呢。所以苦难众生也是为修行人的老师啊，就亲像医生讲，以病为师。师父常常跟他们说，啊，病就是我们的老师啦，你们在病人的身躯的面顶学很多的啊，对，以病为师。所以人人不管时啦，就是在教育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这段的人生结束呢，再来生换一个形象来，只爱呢这念清净啊，无染的心呢，永远伫咧，不管什么形，所以回向用待，不断就是安尼伫咧转啊，安尼伫咧转吼，所以啊，叫做回转。无为这世人，咱嘛都搁为来世人。无为这世人，就是讲咱也愿意付出。有的人就讲啊，我这坐会啊，啊我即马已经来不及啊，来生再来修行啦，袂用的。你无为这世人呢，你嘛都要为来生这世人啊。你无为来生种一个因呐、啊，那么你讲这世人想坐会啊？啊，这世人修无用，等候来世人再来修。那么来世人，你若无这世人啦、啊，有正因啦、啊，来世人那有法度迄个缘，通好入来呢。所以咱做得到啦，修得是啦，无为今生嘛，为来世，这嘛是叫做回转。这世人又回到回来来世人啊，但是所说的回转，你们要听好清楚。佛陀呢，那份清净无为无染着的心，那虽然起点要一步一步走，要向前渐进啊，那回到回来呢，修行回到回来就是要回到回来我们的原点。这个原点呢，就是无污染，这份清净无为无染着，这叫做回转啊。那回转回来到这个所在，那就是佛心哦，菩萨智哦，就是气象，还是呢众生啊，弥陀经啊，永远呢都无离开娑婆，所以咱的气象。所以呢，期待彼之心救度众生啊，回转十行之身向于三处。那这段文咱都会当知呀，就是为众生咱安尼不断不断的啊去修善行啊。那伫咧修行的中间呢，那向于三处，这个三处呢？就是三个地方，咱的心到底是要向多一个所在？第一，就是啊，真如实际是所证，咱要追求的气象呢，就是真如，迄、那个实际的本地啦，就是咱发心发愿，
咱的气象。那第二呢，无上菩提是所求，咱的气象的目标呢，要所证的呢是真如。这个真如实地，这就是咱所要证的吼。要证到这个境界呢，咱呢就是爱求菩提。所以无上菩提啊，是所求。菩提就是道嘛，大家人知影。你要到终点啦，一定爱行这条路。所以呢，无上菩提是所求啊，一切众生是所度啊。咱这个菩提道啦，就是度众生。咱若无去做度众生，无去利益人群啦，那就无算行菩萨道啦。这就是咱学佛啦，真正讲就是这么简单，无离开人间的生活，无离开呢咱这点清净的本性，用这点清净无求无所得无所住的心，咱发自这点清净发心行菩萨道，咱呢就是要去救济众生。这点无迷失去的心，就是保持着这么一清净无污染，这个清净心嘛。咱人人呢，应该行在这个菩萨所行的路。咱人人应该爱发心立愿，处众在众生群中，众生所住的地方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他是娑婆世界教主，永远呢无舍离这恭敬的众生啊！所以各位，大家人爱时时多。